随着我们的这个旅者歌台来到我们这里，遇到这么热情的朋友们啊！OK，刚才说到这首歌曲是一首《若是你在我身边》，今天的呢点单上的歌曲也是我们的理事会嘉宾朋友们点唱的歌曲，好不好？继续的呢送上这首歌《后变瓜》送给你们，安排这首《春夏秋冬》啊，送给你们，送给点唱。
人生变得。